大家好，不是蒙不过江，不是真人不露相，欢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门道。好，今天这个大盘呢、它开低之后、然后狭幅度的震荡、收盘小跌八点。那这两天呢、这两天、美股、美股都是属于下跌的格局、如果说相对来比较我们台股的话、台股是相对的强势、这两天的美股啊回档，台股都只是小跌。好，那大盘的部分呢、我今天我们一开始先简单的来讨论一下大盘，好，简单的告诉各位下礼拜一的看盘重点就好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大盘为什么好？为什么来到9171点之后，它就一路的往上拉？好，为什么跟各位谈到这里？好，当然跟什么？跟礼拜一的盘势它会有一点关系。好，简单的说，今天的最低是多少？今天最低是9171点。那为什么今天的低点是9171点？好，这个是你必须去探讨的问题啊。好，你必须了解的、好，为什么来到最低来到9171之后，它就一路的往上拉？这个跟下礼拜的看盘重点有关系，礼拜一。好，所以我先跟各位讲嘛，礼拜一的看盘的关键价在9174。好，为什么？看过我节目你都知道，我说股票也好，指数也好，关键都是在价格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标题啊，从我上节目到现在从来没有换下来过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主力操盘手法，价的玄机，不是量。好，不是量，你看量一定会有迷失，你唯一能判断的就是价格。好，看价格才不会有迷失。好，所以一开始跟各位讲，为什么今天最低来到9171？很简单，我们简单的说，这个叫做支撑。好，这个叫做支撑，因为它来到这个支撑有手，所以它才没有往下跌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主力有在守嘛。好，那这个支撑从哪里来的？你不用去管它。好，基本上你只要是我使用到我的软体，你一定都看得到，因为我这一套我的软体，我是设针对什么？针对大盘主力操盘手法价的部分，哦，价格的部分去做设计的。好，我们简单的来说，这是昨天的收盘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昨天收盘的位置是昨天6月12号两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60分线，大盘的60分线。好，这一波涨上来，起涨之后，从哪时候开始起涨？从这一天，5月22号。5月22号在这一天呢、这天我跟各位讲过嘛，这天为什么会往上涨？因为它开在什么？开在8897之上嘛。好，这个已经一段时间了。你如果还有印象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过，这一天为什么会往上涨？因为它开在什么？开在压力之上嘛。所以这个涨势啊，这个有没有在这里？这是不是在这一天？5月22号，这一天为什么会大涨？因为它开在8897之上。第二个，一点高长红盘，所以这个大盘是不是从这一天开始一路往上涨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从5月22号这一天开始一路就是往上涨？好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说判断重点就是看价格？好，所以从这一天5月22号开始，那我们把镜头拉近给各位看。好，5月22号开始。这中间回撤支撑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黄色的就是支撑，好，在这里，回撤支撑有没有跌破？没有，所以它继续往上。回撤支撑有没有跌破？没有，所以它一样，这个一样，哦，通通都一样，通通都一样，所以它才能继续往上嘛，对不对？包含什么？包含到今天这是6月13号的第一根 K 线支撑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好，在这里你都看得到，我们把镜头移到这里来。
一个是9183，一个是9166.65，接近多少？简单的说，接近9166。所以这个大盘最低来到9171之后，它就收个下影线，就开始怎么样？就开始一路的往上拉，对不对？缓慢的往上去做弹升。所以这个大盘在昨天美股大跌，连续大跌两天之后，大盘才能继续往上涨。好，简单的说，主力还在守支撑。那主力要不要守支撑？那个不是我们能猜的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什么？可以从价格的部分去判断。好，那既然目前来讲，从这一段开始，好，从这一段开始碰到支撑往上，碰到支撑往上碰之后，一路往上到今天目前为止都是守支撑。这个支撑，短线的支撑，目前在哪里？在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是多少？9173。所以我把它四舍五入，就是9174。好，所以简单的说，礼拜一只有一个重点，你就要看9174就好了。我这样子讲，会上去的话，还会继续上去，会继续上去的话，它来到9174不会跌破，会上去；不会上去的话，就会先跌破9174。9174一跌破的话，就是往下测试什么？测试更大级数的支撑，在这个虚线的部分。好，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看要来测这里还是测这里，还是更下面的。好，所以礼拜一的盘势只有一个看盘重点，就是价位。这个价位在哪里？就是在9174点左右，这个是早盘。好，再来谈股票，谈股票只跟各位谈一档股票就够了。来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跟你讲一支就够啊。这一张啊，这一张你看过吧？哦，我相信你看我节目啊，看我节目你每天看的，我拿这一张给你看过吧。我说这么多档股票啊，如果要买会涨的，只要一档就够了。目前上市上柜加起来有1000多档股票，1000多档，感觉上每天都有涨的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有股票涨停，不管大盘涨或跌，每天都有股票涨停。可是实际上，各位投资朋友，如果真的能，你做股票真的能买到涨停吗？真的随便买都能涨停吗？告诉大家简单，咱讲一句坦白的，如果有这么容易，电视上不会有分析师的，因为自己做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每天我买股票都能涨停的话，我坐在这里干嘛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基本上盘面的架构还是在类股轮动，没有错，也不会错，未来这几个月都是这样子。但实际上，能要掌握这样子的脉动，你真的能掌握得到吗？有这么容易吗？今天虽然大盘小跌8点，可是你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们来做比较，涨的加速比跌的加速少呢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如果你用射飞镖的，买到跌的几率比涨的几率还大呢。上柜的也一样哎，涨的加速比跌的加速少呢，等于说下跌的比上涨的还多呢。所以，而且还有一个重点，这告诉各位一件什么事情？这个大盘现在不是在7000了，它是在9200，它是在9200，不会随便买随便赚。会涨的，就是少数。所以说，每天虽然都有涨停的股票，可是各位投资朋友，你认为买到这些涨停的股票的人是大多数吗？不会，一定是大多数的人没有才会涨停板。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嘛，我说在这么多档会涨的股票里面，
会起的一支就有够啦，是不是？这支股票我有讲过无？我买的时候，我们跟各位讲过，我说看多理由，第一个三月主一号是三月底主力进货，第二个基本面加，第三个一定会涨，第四个最后的压缩，赶快上车，对不对？我是不是来跟各位讲，如果你有兴趣的，十个名额，两个条件，一个资金200万，第二个十个名额。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好，我不是跟你讲，伊今仔起啊，但是最起码，我跟你说，它会涨，它有没有涨啊？这个还会继续涨啊，因为它在这里整理这么多天，它是在这样子推，不会只有两天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我买的时候它没有马上涨哦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你来对照，让你去对照嘛。对吧？你去对照 K 线嘛，让你对照嘛，是不是在这一天，在这一天？那这一天上去之后又下来，又下来，这个叫压缩嘛？我是不是告诉各位，这是最后的压缩，对不对？一直到压缩到昨天整结束之后，今天再创新高嘛？所以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唔知道你安怎想啦，但是。我跟你讲的时候，你打电话进来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跟我做这一档股票免费，到今天你就是免费。那你做其他股票有没有赚到？我不知道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在这么多档股票里面，1000多档，而且盘势在9200点，如何去选到什么会涨的股票？因为还未来两三个月还是类股轮动，这我跟各位讲过了。如何去选到什么会涨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重点，所以基本上价格阶段还要继续回来告诉各位，接下来有什么股票会往上，那这档股票我跟各位讲过了，还会再涨，有兴趣的我说过了，两个条件，资金200万，第二个十个名额，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欢迎你跟我们助研下询。我们休息一下，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。能者恒强，信使力旺，引富裕。卡位民生系指线，捷运3分钟，商圈环4周，中兴路繁华身段，商圈正中心。新东区致富首选，中兴路地网致富1至3房。尹富裕，2694-6111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。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，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5分钟；喙齿痛，请用气痛5分钟。五分猪更够好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日
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。股票啊，好，大家都希望买的啊，好，最好能涨停啊，好，那最好每天涨啊，好，股票啊，会涨停的股票它也不是每天都在涨，所以有时候股票我们怎么样，要选好股票之后用布局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另外一种就是什么？它发动的时候进场。好，那发动的时候进场那个有时间点，好，那个时间点啊，一定怎么样？要出现讯号。那今年啊，其实各位投资朋友，今年做股票啊，有一个特色，很多股票一涨，它都是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。好，它跟过去不一样哦。今年的股票会涨的都是一倍、两倍、三倍哦，都是属于倍数的哦。所以啊，真正能掌握到这种股票，你去做短线就很可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跟各位谈基亚。基亚从六月，从195块在这里，这家是不是一个今年一个，今年一个，从今年的一月份，好，从今年的一月份。你要做什么动作？其实你不用做什么动作。如果它出现起涨讯号，到现在你不用做任何的动作。股票不是换来换去啦，人家你讲换股票不一定。你会涨的股票，你不用换来换去，你只要报就可以了。你从今年的一月份195块报到今天，报到今天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不用动作。不是等下总来总去，总来总去，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到今嘛，不管你做啥股票啦，我们讲坦白讲，你会赚到1.4倍吗？到今天470块，195到今天470块，你会赚到1.4倍吗？你不可能赚到1.4倍啦。让你再会换，好，你较敖换，不管你换啥股票，赶快的时间你也赶快赚无1.4倍啦。所以我说。我们常常在谈软体，软体是一个看盘的工具，对不对？那软体是看盘的工具，各位投资朋友，两个重点嘛，两个重点。第一个爱简单，第二点爱有法度帮助你赚大钱。如果说没办法帮助你赚大钱，跟你一样在那里换来换去，每天换来换去跑短。那坦白说，我觉得这套软体对你的帮助不大。第三个就是选股功能，它会自动帮你筛选。我设计的东西都符合这个特色。怎么样符合这个特色？你去看嘛。出现买讯之后，这个盘整没有趋势结构没有破坏，我们把镜头拉近给你看，你根本就不用管它，对不对？只有减码整理之后，减码整理之后再涨，没有卖出，你就是一个波段。为195块，甲今仔470块收盘，470块一个波段，1.4倍，你爱怎么卖就怎么卖，要不要卖？目前没有卖讯你就报，对不对？下个礼拜你要留意，好，要留意生技股的题材跟比价效应，因为基亚带动上来，智勤还有其他的类似的所有的生技股啊，这个题材跟比价效应。是你要去留意的，很多股票会跟上来。我跟各位讲，下个礼拜开始是未来这下半，未来半个月你要去注意的。那怎么筛选？怎么筛选？两个方法，一个跟我做，我把标的选给你；另外一个自己做，电脑它会帮你选，对不对？这是今天电脑筛选的出来的涨的股票，好，这个电脑筛选很快，你只要有买讯出现，它就怎么样，它就会自动通知你。我是把声音关掉，因为我们录影，怕什么？怕太吵。好，那筛选出来之后，有波段做波段，没波段才做短线。波段短线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这两天假日有空。你可以上网怎么样？上我们公司的网站，好，网站首页这里有一个
门道指标旗舰版软体线上操作教学，你把它点进去，你就看得到了。好，哦，那个你有空的话，你去点一点看一看。有兴趣要来公司看软体，我们随时欢迎，打电话跟助理约时间。3004，这档是小股票丰达科，也是一样，一个波段1.26倍。来，你来看。丰达科，这是不是3004丰达科？我们把镜头拉近给你看，是不是？这个买讯在哪里？在这里，跟他多啊你嘛，是不是？就只有个多的讯号嘛，没有任何卖出讯号嘛，只有涨多的解码讯号整理，整理完之后再涨，对不对？到今天，一个波段，这样子1.26倍。你也不用很复杂，就是多跟空没有卖讯，你就不用管它这个整理，你知道这个没结束，哦，因为这个黄色的没破支撑，对不对？云城，云城2390的云城，太多了。还有我跟你讲哦，因为这段时间类股轮动哦，我这段时间你要去把握这段时间哦。后面整个行情结束了，就是要做空哦。你喜欢做多的要把握，不是股票，不是当年都有机会行做啦。那不是讲大概都有波段呀。好，所以要把握这个时间，还有几个月的空窗期要去把握。2390的云城，你这样，你有看吗？好，我们拉近镜头给你看。这个多的讯号在哪里？在这个时候，一样，在哪时候？3月份。在这里，好，一月份这个多的讯号，这只有涨多的减码，对不对？包含什么高档的减码回撤？你怎么知道这个还会再涨？我按你讲嘛，接下来你哪会知讲这结束啊？加后边一个 key， 这个不是用猜的嘛？为什么它下来到这里会再涨？你有没有看到这有个支撑？我们把镜头拉近给你看。这是不是有个虚线的支撑？对不对？它只是一个回撤支撑，所以能再涨嘛？所以也是一样啊。所以今年的股票的特色是什么？很多股票有波段让你赚呢，不是每年都这样子的呢。那像这样子的时间，剩下两三个月的时间呢？啊，两三个月的时间，你可以怎么样？有这种机会去赚波段，你要去把握赚波段了。所以我说，市面上的软体跟我的软体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同样的股票去做比较嘛，你同样的股票去做比较，你用我的一个波段，2.2倍，重点是啥？简单，好用个赚大钱。有没有波段？主力要做多长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判断的出来，这个也是3092。这种小股票，从低价股3092一样的道理，你来看，这买讯多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3092？对不对？多在这里，从它开始翻多之后，有没有任何卖出讯号？只有涨多的减码回撤支撑嘛，涨多的减码整理回撤支撑3092。这个打下来，你怎么知道它还没结束？你怎么猜？这个不是用猜的嘛？你看打到这里，它还会再创新高呢。啊，你看，底下，哇，你看这个日期是不是在这里？这是不是在这里？这是不是在这里？这是不是刚好回撤支撑？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4月28号，这是不是4月28号？对不对？看起来好像结束，后面再创新高。那如果这个同样的一档股票，你在这里背起掉，后面的就跟你没关嘛。所以我说啊，软体的重点在哪里？简单、好用、赚大钱。一个波段，就是一倍多、两倍，很多，还有好几档我都讲不完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，剩下的两三个月的时间，除了要把握类股轮动之外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把握有赚大钱的机会，要赚大钱。
有兴趣的，不管你是要跟我们操作，还是要来我们公司看软体，好，随时都欢迎。简单跟各位谈到这里，祝各位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再会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设定成分期付款，照我的指示去 ATM 解除就可以了。千万别上当！你是？我来教你防诈三绝招，别听他人指示操作。那是要骗你。ATM 只能转出，不能转入。没那么好看。ATM 不能辨识身份。没这么聪明。谢谢你教我防诈三绝招，三大绝招 so easy， 金融诈骗远离您。行政院金管会关心您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，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喙齿痛，且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紧够好。国牌气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国牌气密窗。